耶、我们哎呦呦呦呦呦呦，这个抖的程度真的怎么说呢？是的，现在在车上，在回去的路上。对，当然没迟到，怎么会迟到呢？我从来不迟到。我手机开震动。好了吗？还卡着呢，完蛋，卡没了。哎，好了呀，好了吧？OK，其他人在哪儿？你们知道吗？知道其他人在哪儿了不？其他人准备好了啊？其他人在，给你们偷看一下。哎，哎，这是个啥？哈哈哈哈哈！暗中观察。哎，就是现在，大家晚上好，你们都吃了吗？你们吃了吗？大家吃了吗？吃了吗？偷感很重。老胡真的是，偷感很重。老胡哎。本来你头嘉发宾好白好的，举纲申请与你连麦。哎，哎，我这个呆毛咋竖起来了？染头发嘞，染指我甲嘞，染指甲嘞，咋子？我今天正在演出，刚演出完。我已经在来的路上，你看咱们上一次直播，咱们在机场落地，今天哦，上我次准备起刚飞。刚落地，这次是刚起飞。刚出发的。对，给我们看一下你今天的演出服，北极刚。等一下，我戴个耳机啊，稍等一下，我戴个我每次都是要现戴耳机，他上次也是没你们戴。在哪儿呢？我们在车上呢，我们回酒店。你们在回酒下来店的路吧。上。等我戴耳机啊，等我戴个耳机。马上，等一下我聊聊。小白怎么每一次直播都在路上？越在旅途呀，得在旅途嘛，对吧？我说的好。下面都想到那个，走路4分钟是吧？哎，那一会儿需要买，我登记一下先。对，一会儿引导一下吧。好，去。我们要在，要不在？对呀。带我们在，坐下飞机，要么在上飞机。前5分钟我拿着，然后后5分钟你拿。哎，OK，这样吗？每个人拿着。每个人拿5分钟。来，我来拿会儿。等一下，等5分钟了，我再。现在拿半天了。好，我们现在好了吧？好，卡了。哇，戴了个耳机，信号。哎，哎，降噪的。Hello，Hello。哇哦，你这个是降噪的。喂。哎，对，试一下很舒服。好的，首对吧？先呢，我们好的，来吧，来那个我们按流程啊。言归正传啊，我们今天我可是有任务的。来，首先呢，我们哎，好不容易又聚齐了我们四位。为什么是好不容易聚齐呢？请看看，大家观看后面的节目哎，就知道了。对。首先，第二季《越在旅途》第二季。将于9月在烟台站杀青，我们马上就要杀青了。那当然，杀青是需要仪式感的。我们四个人一起打个板儿，好不好？好，来，来，三、三、二、三、二、一，哎，好，有个延迟。那我们聊一聊，就是整季节目，
就是每个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吧。印象最深，那个提问者先来吧，要不？那就谁就再充电。哦。好，老胡想说。我没想好。没想好。这不是我摇过来的。那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在上次在沙漠吧。上次咱沙漠唱完最后一首歌之后，一群人逃走，因为那个沙尘暴来了，对，沙尘暴追着我们，就追着我们的车，就一直在那个，对，所以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录制。然后完成了我们在沙漠的那个演唱之后，然后我们还有团队还有现场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就大家就一起就是奔向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个印象特别深。老胡你呢？那我就说一个赛里木湖吧。哎，赛里木湖。哎，可以可以。然后那天我们不是还在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有美人鱼。哎，因为有美人鱼。你看看，是来自大凉山的美人鱼。对对对，赛里木湖因为真的很美哦。然后那天我就到了那个赛里木湖，我就拍很多的那个风景的照片，然后马上就在我跟我爸爸妈妈那个群里面发了，我说这个地方非常美，值得一来。哎，然后我爸说，我去年来过了。你看看，原来你才是那个没去过的。哎，对。然后我们还去那个，那个采蘑菇嘛。哎。啊，还去采蘑菇。然后那天那个虎子哥那个嘎怂拍的那个，我也印象很深刻。哦。哎，我不知道播了没有。还没呢。还没呢吧？啊，反正很有意思。嗯，好好好，你快全说了的，没事，就告诉大家嘛，提前分享一下。哎，是是是，哎，那西林，西林对哪一次的录制演出？我肯定是就是回老家了嘛。哦，对。对，所以肯定是去新疆的那一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而且很久没有在40多度、50度的天去脱过训了，就是。极致中的极致了，在最热的天去了最热的地方，是是是，然后带大家吃了家里的美食。哎呦，那羊腿啊！哎呦，大家等着播出吧，太美味了，盛情款待，真的。播出了，昨天刚播。哎，对，我说放图，我说放图，自己大家拍的图片。完了，他救不回来，需要装卡，假装。我说放图，放大家的图片。什么放的？我知道啊，那热情的沙漠都唱了吗？对呀、啊，我们啊，你说吧，换你说，你自己拍的图片。我太卡了，我卡了吗？还是卡了？我这太卡了，我自己换个地儿吧。哇，这好安详啊！哇，嘎松是好安详。哎，哇，哥们。对，刚没看见我，还卡着呢，还卡着呢，卡老了，现在。你看见了吗？好，不搭话了。嗯，电音白。哦，哎，现在还卡吗？现在卡吗？现在好的。哎，你们也卡，别老说我，你们也卡。看看这位观众朋友们评论，嘎怂来打卡。你占了我的位置，所有人的一个角度。舒服啊，好舒服啊！这个位置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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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是、我来讲吧。这个角度对我不是很友好。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期，我觉得肯定是回到我的家乡，江油，对吧？面江油，然后我们一起走了我读书时候的那些小路，然后吃了我舅舅家的兄弟凉菜。
对吧？扒了你家的凉鸡腿，扒了你家的羊腿，扒了我家的，对对对，然后就很多事，其实感觉长大了之后回去的时间就变得越来越少了。然后非常感谢月在旅途能够带着我们小伙伴们整个月在旅途的摄制组去到我的老家，非常感谢。对，这有个弹幕说是新疆羊肉好吃还是甘肃羊肉好吃？哎，那我可以直接回答新疆好吃。哎，甘肃想要做表达什么呢？小白，下一季去甘肃去我老家的时候，你吃完之后，然后你再说。目前来说，咱们录到第二季，快要杀青了。我觉得新疆的，嘎嘎的，对吧？耶、yeah. ，OK， 我们甘肃起来了，甘肃起来了，然后跟你变熟起来了，甘肃服了。然后我们聊一下，我们形容一下。你们最羡慕这个徐音乐队队友身上的哪一个特质，然后并且要用热搜体去描述。比如说啊，假如说做一个一个例子，举个例子说，比如说白举纲年龄满30反18、啊、说他年纪，什么意思啊？说他有活力。嗯，长得像12岁似的。差不多。不是，怎么可能像12岁？你在说啥？12岁那是儿童，好吧？那是少年。反正就是大概这么个意思。然后你们可以说一下。我想了一个词条，就是昨天播的那期节目，咱们去西林家，这竟然是西林那高家普通的一顿午饭。哎呀！哦。引起讨论。哎，引起讨论。我也可以可以可以。这竟然是西林那高家普通的一顿午饭。可以可以可以。哎。对，我从来没有说过是普通的一只。还有一个可以讨论的词，到底是新疆的羊好吃还是甘肃的羊好吃？哎，全国网友一起来讨论。可以可以，记得艾特月在旅途啊，各位。嗯，对对对。哎，让你们说羡慕对方的一个特质。我羡慕羡慕你家普通一顿午饭。羡慕你家我家的羊。哦，羡慕行。羡慕羡慕你的这个饮食那个条件。太棒！那我来说一个。哎，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有一个提供了一个说、哦、咖啡豆不能吃。哦，什么意思啊？我那天你不在，然后在做饭的时候，他把那个咖啡豆放里咬来的。是是是，对对对对对。Sorry， 给大家。我跑到哪儿去？嗯，来，嗯，我来说一个。好。我其实特别想长络腮胡。哦，把这个剃了吧，差点剃了，差点吧。我真的特别羡慕马总的络腮胡，真的，我每次看他那个胡子，我就觉得我脸上太光鲜亮丽，太干净了。我特别想有胡子在我脸上扒着贴在那儿，我特别想看一下长满胡子我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们 OK 的话，你们可以帮我 P 一 P 那个络腮胡，反正我觉得。我特别羡慕，我觉得有络腮胡特别有男人的那种帅气。帅气。那两个热搜词。对。小白越年龄越大，长胡子就特别酷，我觉得特别男人。嗯。尬住了一阵子。像白举纲直接偷张大松络腮胡。哦，来吧，那我睡一会儿先。算了，老胡，你姓胡，你快聊聊胡。我真想不着，我只能想着那个羊腿儿，我觉得。小朋友，你姓胡吗？我姓胡。啊，胡下的胡，你姓胡？我问你姓胡吗？啊，我姓胡。姓胡，我姓胡。哎。北菊刚还漏了一些肩带，没有，衣服垮了。哦，你们还能想到什么词？词的话，词。越在旅途嘉宾精神状态堪忧。堪忧，多么优美啊！
不，那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该问我们的白导，为什么我们的精神状态堪忧？哎，明白没？越在旅途的导演，嗯，精神精神状态美好，哎，超前，精神状态超前，超前，对，是个超前，对。哦，越在旅途游戏环节，现在看到精彩。OK， 那个咱们聊一聊对哪一位嘉宾的印象深刻啊，然后可以模仿吗？嗯，就是比较有印象的一些。我想一下，我模仿一位嘉宾吧。先模仿吗？你先模仿吧。我模仿后面的。好。从天来流，把你送上。我送上，这我不知道你过时光，把你送上。啊，从天来流，把你送拉上。兰州的商场过时光，给你买时尚。哎哎哎，新日上穿上，新包包铃声。哎，音乐逛一逛，牛肉面吃上。哎哎，你看看，哎，像不像？哎，有点像吧？有。我学张刚，可以可以可以，有东西有东西。像的，口音都是跟他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哎，来吧，红子哥。好，我换一个，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提示啊，这首歌，你看，大家一看，国内很少见的。就是我大概那个范围就非常的简单了，拿话筒唱歌。知道了。你这个不会说的是，这个是话筒。你在贴脸开大车。这个话筒，话筒放在这儿。他就在你面前。这是在理。这个是在理发还是在理发？头发成了灰。在唱歌的时候就把那个头声嘛，在录那个头声。哎，看看有没有我们可爱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观众，哎哎，那个灵魂歌手，你看都有人说已经说出了灵魂歌手，来来来，继续，是不是很像？都有人说很像，你都说不出来是谁，你还挺会接话，你看一模一样。Tia，有人说哎，Tia 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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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a，是不是？哎哎呀，这么强吗？耶，Tia姐。哎呀妈呀，我哎不是你们。我们也都在，都在。Tia姐，Tia姐，今天怎么这么的？你姐今天我在演出，靓丽。我刚演出完，我晚上就有到了。那晚上就可以见到你了。明天我晚到的比较晚。好，明天见。哇，今天在机场啊。对。好，那你待会儿一路平安。对，好的。好嘞，好的姐。好嘞，明天见。好的，对，那再给大家介绍两位我们这一期的这个飞行嘉宾亚森跟谭杰西。哦，枯木，枯木，我可想死你了。枯木，快带我征服烟台。来。杰西，老白什么回来呀？来了，快了，杰西哥，在路上来了。明天见，辛苦了，小白。明天见。OK， 好，让我们的这个镜头交还给嘎怂，来，曾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再见。好，可以。好，回来了。好，来，继续。咱们的主持人继续吧。只有这手机在我手里的时候，我才觉得我们的流程往下走。哎，是你看。对。OK， 我说一个吧，我说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来自大凉山美人鱼。你是什么鱼？我是比目鱼。你是什么鱼？我是，哎，我那天说我啥鱼？哎，我为什么是比目鱼？我不知道啊。哦，对，不好意思，我那天说的我是啥鱼？哦，裸飞鱼，你说你裸飞鱼，裸飞鱼，我是无语，无语，无语，他是无语，我是无语，啊，对不起，他说他是无语，我是酸菜鱼，
酸菜鱼，酸菜鱼，四川特色，四川特色，对，裸飞鱼 ，OK。哎，说我们密室谁是他？来，我们密室谁是坦？你们自己说谁是坦？我觉得老胡是坦。啊？什么？他在坦在哪儿呢？是。他坦在他要求要去最恐怖的那个。他坦在忐忑。对。他坦在他要求忐忑的坦去那个最恐怖的那个那个密室。我勇气可嘉。他是第一个举手要去的，我们都没有说要去，他非得去。然后他是嗷嗷的最大声的那个，就很坦然，很忐忑。对。然后他还非常心安理得的一直挂在我身上，把我脖子都勒的都快你松一点，松一点。哎，不是白纸刚，你主动要求我挂在你身上的吗？什么？你说什么？春天来了，把你手拉上。你为什么要勒我的脖子？我也不晓得。我现在就属于白举纲的外挂。外挂。我正在披风。还有什么？哎呀，还有什么印象吗？别的印象深刻的嘉宾。下一个。其他印象深刻的嘉宾都在我们的《月在旅途》的节目里。节目里。对对对，咱们可以畅想一下。对，就是因为这一季快结束了，那很快就要迎来下一季的开始。是的，就是下一季大家都想我直接 cue 了哈。对，下一季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哎，啊，下一季想尝一下。来，我先说吧。嗯，我觉得咱们《月在旅途》第二季都已经杀青了，咱们见证了那么多非遗文化传承的乐器啊。然后一些特色吧，我觉得。然后我希望我们节目组能够走出门，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音乐、我们千万年来流传下来的音符乐器带向世界，让大家都看一看，都听一听，对不对？听懂了。哎，举纲就是想地画了，地画了，搁这儿。懂了。我的声音有点颤抖，多行，老有人坦，对，他是坦，对，老白才是个坦，对，来，继续，那我接白的话来说吧，我们有可能下一季呢，去不去荷兰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去一趟河南，哎，可以上我老家，好吧。我老家其实还是有胡辣汤啊，还有一些老子故里啊，就很多地方是值得去看看，而且还有只有河南的那个地方，就有很多跟艺术有关、跟音乐有关，对，可以去看一看。对，下一季咱们第一期就先去虎子哥老家，然后从虎子哥老家一起出发出去。从河南到河南是吧？可以。我想去云南。哎，我也想去。刚才我就想说这个。而且嘎峰不是在大理吗？我们去大理找。哎，那对。我去云南，我都没去过大理。真的。我去过一次大理，小时候去过一次。大理最好。对，大理很美，洱海，很漂亮。对。或者说，就是我们所有的观众，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建议一些城市，发一些弹幕。对，可以推荐一下。我们在这推荐一下你的家乡。对，就可以看一看。多推荐一些具体一点的，就让我们可以去逛、玩、体验、感受，对吧？对。具体一点，对，不然每次我们西宁都好累的。我们的总策划、旅游路线啊，什么各种。现在已经不做攻略了，已经。对。啊。哎，谁说我做？哎，老夫怎么在说什么？老夫怎么在说什么？老夫，就我每次这知道的多细致呀！对，看看大家说的啊，佛山有个什么？有一个沈阳，有一个山西跟着悟空去旅行，跟着悟空去旅行。哎，这个可以，福建。哎，我这儿要登机了。泰安还有啊，沈阳。大连、黄山、坐一坐吧，山西、广东可以去一去，河北，啊，想去爬山，还有河北，周末去可以去，福建我们还没有去，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啊，爬山，还有什么？
看看啊，新加坡、潮汕、成都、安徽。哎，成都我们真的还没去，成都没去。真的？可以吗？苏州啊。对，我们在。我真可以，我很喜欢爬山的。嗯，我很喜欢爬山。我们在川渝地区待了四期，但是没有去成都。对，山西，我看大家都有。山西，我真的一直没有去过山西。山西很值得去。对。碳水可以可以可以。那这样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越在旅途国内，我们的山和图都还没有逛完，还有好多地方可以去的，对吧？当然，这才冰山一角。别着不了，这才冰山一角。咱们慢慢来，有机会就。哎呀，我们不是说要做到100G 吗？对呀、啊，总有机会把我们想去的地方都去完。是的。哎，那真的，如果做到100G，那我估计一年咱们得按一年四季，一季度做一季来算。就是每一季都是不同的季节，对，一季春天，一季夏天，一季秋天，一季冬天，对吧？嗯嗯，没了，那没了，那这样吧，还有几分钟，还有几分钟，对，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观众对越在对的支持，嗯，对对对，也希望接下来那个节目呢，也给大家多多关注。然后我们播出的地方呢。首先在我们的各平台都可以看到，对对对，基本上都可以看到，而且在我们的那个中央三套的也是可以看到，对 对, 对，我昨天就是看的那个，我很久没有看，我很久没有打开电视看了、嗯、但昨天刚好因为我们收工比较早，然后我真的就是在酒店房间那个电视打开 CCTV3 看的。每个星期都要打个 CCTV3。我平时都是在手机上面随时就看的，因为平时可能，对吧？对，这样的 CCTV3 看的。那你是不工作的？哎，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啊，刚好还最后一点时间。我那天回家，我打开电视，也是收工比较早，我带着外婆看。外婆一直在那儿笑，刚好播的是绵羊，外婆一直在那儿笑，看得好开心的。我们越在旅途真的适合男女老少，不分年龄阶段都能看进去，做的贼好了，真的，大家多多支持啊，多帮我们宣传，对。对对对，大家一定要多多帮我们宣传我们的越在旅途。是是是。对。耶、yeah。那。我先登机了啊，各位，他催促我，就差广播。我们不是着急下班，是我老伯伯要赶不上飞机了。没事，老伯伯，就你登机的那一刻，就是我们结束的那一刻，好不好？咱一块儿结束。好，我马上就要登机了。好。哦，还可以等一下，还可以等一下。那你还没有叫我名字，他叫我名字还可以。那你这就有点不厚道。请啊、什么什么，请什么什么航空，什么什么航班飞往。飞往烟台，飞往烟台的旅客白举纲前往。好的，OK， 各位亲爱的，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两分钟，所以各位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接下来是一段非常正经的口播，像我发言的嗓子可以让大家听到跟平时不太一样的声音。每周六晚19:30锁定 CCTV3 央视综艺频道，央视频。央视网、腾讯视频、爱奇艺收看《越在旅途》。每周晚19:30，这个词对的。啊啊！哎呦，我刚才听到了他，那是卡彤的声音吗？你说一下，你说一下，你都没有口音了。对，来一下，来一下。天哪，你居然可以念一个。第二次，每周六晚19:30，锁定 CCTV3央视综艺频道，央视央视网、腾讯视频。哇！对，你好，完全没想到，完全没想到。他这么说话，但是他在上海还得是腾讯视频，对，腾讯视频。这么说话，居然，哇，你居然！欢迎大家每周五，厉害，真的厉害。哎，每周六晚，嘎松应该帮我们再录一个，像鲁哥那种。下面是。本节目有没 OK， 每周六晚，每周六晚上7:30，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你们要是在家的话，可以打开电视看 CCTV3， 如果你们在外面的话，可以随时拿出手机，可以上央视频，然后央视，腾讯视频、爱奇艺，对，和央视频道的这些去看。又卡了。好的。
那现在我们好的，那我们就最后跟大家拜拜，说拜拜吧。拜啦。好的，拜拜拜拜。谢谢。拜拜拜拜，谢谢大家，拜拜。各位小伙伴，明天见啊，拜拜。拜拜。喝起来吧。